好。每次别人这样问，我都要想一下，到底是在批评还是赞美？他就当是赞美。所以我都跟别人说，我只是跟大家不一样，创新有主见，不是反骨。原来不是反骨，是自恋。不是自恋啦，自信。随便。但你不觉得有时候可以反骨的很讨厌，也可以反骨的很厉害？很多东西都这样。那些很讨厌的，就是什么都反。其实每个议题就有固定立场了，反正你说东，我就说西。现在脸书上八成都是这种人，还要互相取暖。你已经不是反骨了，是反反骨。那你不就是在反反反骨？无聊哎。好，那我们加台词。